你们是两个同学送医是不是？怎么了吗？没有。是两个同学送医吗？是你们同你们是辅音的学生吗？是啊，我们两个是啊。对，你们两个是啊。被送走那两个是你们同学吗？是同学啊。是一对，是一个同学啊。现在伤势还好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个都没有讲。